请宝拉可以分享一下在巴厘岛的时候有没有拍摄过程中一些有趣事情。여행촬영할때에피소드있는지좀나눠주세요이번에이거촬영했을때요、네、이번에촬영했을때제가이거분홍색다른컬러입고바닷가에서이제촬영했었는데지나가는이제좀다른외국분들호주분이었나아무튼되게예쁘다고따봉에날려주시고 엄청여자분들이많이이옷에대해서관심을많이가지셨어요그래서이거이번에제브랜드랑같이콜라보한건데같이참여해서만든거다해서굉장히많은분들이물어봐주셨어요실제로所以有趣的故事是他那时候在巴厘岛拍摄的时候他其实是穿这件的粉红色然后在海边做拍摄那好像有一位好像是澳洲的人还是哪里的人吧就是很多外国的女生其实对就是宝拉身上的衣服非常的感兴趣这样子然后所以宝拉就有说哎，这是就是这次就是我自己去联名设计出来的商品然后就是大家如果可以一起参与的话就会非常的高兴台湾에서임신이임시음식임신에어떤거좋아해요많이좋아해요많이좋아하는거진짜많이좋아하는거는치두부너무좋아하고디과초디과초너무너무좋아하고그리고땀빙땀빙도너무좋아하고맛있는게너무많아요밀크티또와우르빙수이번에타이난에갔다왔었는데거기서우륵탕처음먹었거든요우륵면은많이먹었었는데근데우륵탕너무맛있었어요그리고실제로제가요리하는것도좋아해서어제까르푸가서 대만에서파는뭐후추나맛술이런거많이사놨어요가져가려고对，所以刚刚就是提问说他喜欢哪些最喜欢的台湾食物嘛？那所以还有提到像是臭豆腐、地瓜球、蛋饼、豆花这些，其实都很喜欢。最近的话，其实他有去台南，那第一次试了牛肉汤，他也非常的喜欢。那宝拉其实平常自己非常的喜欢煮饭，所以昨天晚上然后有去家乐福采买了一些台湾的新香料啊，然后还有料理米酒这些，打算回去煮。因为毕竟不是每个人的另外一半都是摄影师，那摄影师这边有没有就是几个小技巧是可以把女生拍得漂亮的方法？그래서일반사람들이남자친구가다작가아니어서 그래서혹시일반사람에대해 어떻게여자친구찍을때잘나올수있는지그런약간 팁스 같은걸 네 좀 나눠주세요여자친구가좋아하는구도들이있어요그래서누구는이렇게위에서찍는걸좋아하는사람이있고밑에서찍는걸좋아하는사람이있는데우선은많이찍고보여주고얘기를많이해야돼요그래서이제남자분들은보통이렇게몇번찍어주고그냥끝내잖아요근데얘기를많이해야돼요그래서내여자친구가어떤각도를더좋아하는가이런것도생각을많이해야돼요근데쉽지않아요 저도맨날혼나요所以就是他说，哎，其实女朋友会有自己喜欢的构图，那其实有些人会喜欢从上面拍，有些人会可能会喜欢从比较低的角度拍。所以 Kyungsi 给的建议是说，就是多拍一点各种角度，然后一定需要多沟通一点。就因为有些男朋友他们其实可能是就是随便拍个几张然后就结束了，但是 Kyungsi 说不行，就是拍完之后呢，你需要就是跟女朋友去沟通，说他到底喜欢哪一个角度这样子。他觉得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那其实 Kyungsi 他现在也就是常常被骂这样子。